你伤了我儿子，是我又怎么样？昊天宗，好一个缩头乌龟，竟然也有探出头的一天！你算什么东西，竟敢和老夫如此说话？就算是唐臣，也要尊我一声前辈，报上名来。 老夫不杀无名之辈，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，凭你也配提起我祖父的名号？好，好，好！我倒要看看你这嚣张背后有几分实力。老夫已经50年没有离开过长老殿了，今天倒要看看你们这些小辈。 能有几斤几两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是，两人都是10万年魂环。小三，看清楚了。
界怎么会如此强大？刚才忘了告诉你，我名唐昊，封号昊天。你就是唐昊？你还不行。我们走，看谁敢跟来。
就让他们这么走了。有本事你去追啊！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，将领官竟然变成了如此模样。立刻去召集城内所有将军以上官职的统兵将领，天使军团、圣盟军团不得休息，给我立刻上城守护，以防天斗地火再次发动攻击。